飞姐是谁啊？那可是咱九道湾第一大美女。哎，你错了啊，咱湾里第一大美女那得是石小娜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耽误事儿，许大人？杨树帽，唱一下。小鼻涕妞变大美女了，来吧。干嘛？北京不兴那个。他喜欢我，他永远保护我。你的影子时刻都在我心里。你傻了吧唧的，那九道湾那独栋的那小洋楼是咱们家的吧？人家能看着你吗？你去找赵海静，他一个月能给你好几百。明码标价，没什么不好。我，咱们不是一类人。我知道你是心里人，就瞧不起他。你以后少来找我儿子。小娜，你今天敢出这个门，你就永远别跟我回来。我在人家眼里，我就是一小丑。这话吧，我只能跟你说。熟悉的人，往往忽略掉另一种隐藏的情感。感觉就是感觉，感觉说不清的。我不敢说出口，我怕以为你觉得我是姐姐。我的婚姻，我必须自己做主。我不同意。你只想自己过日子，不想你爸你妈过日子。让我牵着卖身契是吧？你可以不爱我，但是你不能阻止我爱你。我需要一张结婚证。非得把你初恋情人请过来让我难受是吧？叶飞的儿子是厂长副厂长。你拿我耍着玩呢？出去！住口啊！孩子没了。为什么？这情谊啊，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。你们两个人的坎儿呢，都在你们的心里。只要有一个敞开天窗，这坎儿就没了。你呀，要是顺从了我，马上就给你办这个返程手续。放开我！这名单啊，没你没我，其他人都走。啊！要不说你傻帽呢？谁让你在这节骨眼儿把贾日发给揍了？死小兔子！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我不认识你。哎，别走！你放开我！哎呦喂，谁跟着满嘴喷粪呢？搞得站台上这么大味儿啊！吴哥，给我摔死他！摔死他！哎呦我去！哎呦，小心！赔多少钱啊？70。讹人，恶心我们是吧？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傻东西呢？你以为我们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你大哥我是刚成家，你大姐刚有孩子，为你搭不起钱了。我现在就走。好啊，你走啊。这大春天的，一个人怎么过？那贾日发不让我返程，我就跟他闺女搞对象了啊？什么怎么了？你想在这待一辈子呀你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在这不出点什么幺蛾子，我把头揪下来给你。我和小英在码头，他们家草垛被人发现了，你们叫我一张吧，我把人家给打晕了，然后我俩跑了。哥，这个事儿就砸门砸玻璃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呀？你说，刚才是不是你？是我呀，怎么了？你个臭流氓！反天了你！谁在动粗？我废了你们两个，信吗？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让你别碰贾小英，别碰贾小英。现在怎么样？出事了吧？反正不让我返程，不让我回去没关系啊。回去，把窗户关好了，把门也插好了，最重要是把你们闺女都看好了，要不然我见一个谈一个啊！我绝对有这魅力，不信你们就试试。起来。